以一介书生平定地方叛乱，民间关于伊的传说，多一寡是真的，多一寡是假。在这个两关交界的所在，朱熹甲郑成功拢伫这地留落了暗算的故事。伊是北宋的宰相，也是伟大的科学家。伊的一项发明领先世界500年，请收看本期《闽南通》。创福的故居原来是三老大厝，现在只留了后楼的部分。现在的创福的故居是2005年修复完成的，修复工作是根据不改变文物原状的文物维修原则，照原保持明清建筑风格，所有石条保留原故件，部分瓦片和木件也保留原故件。旧木梁、木板、木雕按照原木原位留用，部分腐蚀老板和损坏的梁条就全部换新的。一楼厅堂挂一块兵部尚书四字的牌匾，实际上蔡福义并无担任过兵部尚书这个职务，这是皇帝对封的。那呢，蔡福义是安怎的一个人？有给多一寡公正呢？蔡福义这个人比较正直，对一些事情他会很直率直的跟皇帝建议，最后他叫无神总督，或者叫无损巡抚，云贵云南、贵州、两广加上湖北，无神总督。那他出兵镇压，出兵打仗，都人家都没有办法取胜，他领着兵去一打就取胜了。他曾经带着他的兵马，一次击毙了3000人，那个叛军头目都给他消灭了。明代万历的那一段时间呢，这个非常国家非常兴盛，所以他有非常大的功劳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他审案非常公正，他的前一任的审案都遗留了很多，他去当了巡抚，当了总督以后，一下子把一切都管，省的老百姓都欢迎，说你审得很公平、很公正，所以这样他的这个口碑啊非常好。蔡福义是就位一党。无兼定太平，夜必安天下的官员。更加难得的是，伊也是一位清廉的官员。蔡福义去湖北的时阵，蔡夫人也跟伊做伙去。华阳王听讲蔡福义为人正直，唔受贿赂，就有心想要试探一下蔡福义。在蔡福义生日的当日，华阳王将金地鹅带入去酒瓮去赴宴。尽管谈口风格非常的严密，也是让细心的蔡夫人看出了破空，赶紧将丈夫请到一边，详细讲了这瓮酒无相像的所在。蔡福义也感觉到有问题，叫人将酒客在厅堂当众拍开。原来酒瓮内面无酒，是一个金地鹅。蔡福义当场退回，华阳王感慨地说：“大明朝有你这款的官员，不免烦恼未兴旺。”可惜的是，蔡福义在48岁时阵就英年早逝。伊的夫人过身以后，因为无子孙后代继承家业，故居也就慢慢啊荒废啦。历经风雨沧桑，清朝初期这地被作为饲马场，清代乾隆时阵改为双溪寺院，
就讲年间重修，到家同治时期，即个重修并修建了科坪。到现在，伫故居边头，正原留有一块石碑，名是《修建科坪记》，记载的就是修建科坪的事迹。建科坪是啥意思呢？就是讲官这一级的，那么科秀才参加官考。迄个时阵，咱包括金门的、厦门的、现在上岸的，还是龙海啊，这阵的角落，当时属党外管的。所以科生那么考试，就走来这道的这个科坪来这道参加官试。所以是考试的所在。所以咱前面这块石碑是修建科坪的，以后再修建的啊，就咧记载这个当时这个考场的范围甲规模。所以这个所在应该讲是咱当时党国党外文化考据的一个中心。二楼大厅正中央挂一把为金门复制过来的蔡福义的遗像，遗中的蔡福义嘴角微微啊翘起来，一副自信满满的模样。咱闽南地区建团讲蔡福义最寒的是出事的时阵，又是真唔正紧啊，反应唔正紧啊，翘骨也可卡。个阿可笑，也咱土的叫做鸟面，反正就是化形真厉害。实际上，即个我看过一寡资料啊，甲个话，我认为讲这是民间的一种夸大的这个传说。实际上应该是无样，因为我咱可以来想想的讲，咱来，你讲蔡福义啊，可卡只可笑巧骨啊，一千米一百一。要尿面都讲一款的这些人来，咱唔免讲白，来讲婚姻来讲，你去参加考试，创业中进士，进士就是就去参加皇帝不面来殿试的呐。当时你讲唔免，咱即阵咱咧招干部咧招啥嘛就有照片，有啥好嘛就讲究者。这个迄落，当时的迄朝廷的迄款的，你讲有法人去过遐侪关，乡试啊，这个京试、个殿试、展，你讲遐较厉害的时阵，你讲这我看难度真大。无论蔡福义生的安怎，拢已经无重要啦。每一年农历三月初三，台湾人总会想起吃薄饼的习俗，这跟这位财主有密切的关系。蔡福义在海峡两岸一直是一个传奇人物，在万代百姓当中享有真高的声望。自古以来，蔡福义因为伊歌风亮节，被两岸民众广为崇拜。东滨安照峰是伫个厦门上安区内厝镇后湾村小营岭上，现在保存落来的照峰，干那村落一小段，并无雄伟，也无高。照峰是石条堆砌起来的，东西走向、南北向开有拱形的门，门顶边有朱熹所题“东滨安照匾”。为什么朱熹会伫个即地建立照峰呢？古时小营岭最大的危害是风沙，是风沙，因为小营岭处于两座高山的中央，是风口，所以东北风一起，一个风沙就为这个风口流来啊。民间有一句话叫做"
沙溪七里口无风沙主灶，所以你一对就叫沙溪啊，说明沙的厉害。南宋时阵，朱熹来遮做主簿，啊，伊看到遮百姓的话，遮受这风沙的危害真大，啊，伊就建议讲，踮遮起一个关隘，啊，起一个关隘，把风沙挡掉。伊的建议好采纳吧。啊，朱熹也亲自主持了这个东平安的建筑，而且踮这石凤后面呢，种啊三丛的青树。石凤呢建好以后，啊，朱熹亲自踮顶头对三字叫做东平安，希望东岸的百姓平平安安呐。石凤边头有一块石碑，碑文刻“小英岭南塘交界碑”几字，清楚地表达了这块是南湾东湾的交界地。边头几丛树林，伫八百年以上的古青树，照原是生机勃勃。这青树正是朱熹当年为防风沙所栽种的。四年以后，当朱熹要离开东湾去建阳的时阵，老百姓送伊到小营岭，啊，就是伫这地发生了感动人的一幕。朱熹当时要离开东湾的时阵啊，听讲东湾的老百姓啊，一直就着该送来到这地。当时啊，啊，佮伊个朱熹坐牛车要出去的时阵啊，老百姓将恁定个贬掉，定个贬掉，唔敢予朱熹行，所以讲对老百姓好的官员啊，咱老百姓啊，会永远啦，都会怀念，会爱戴伊。一直到这个清朝的这雍正年间，这个白凤凰倒去，尾巷的一个秀才啊，叫林应龄，哎，伊伫个乾隆年间啊，才阁发动这乡亲啊，大家捐款，才阁来修复起来。那修复起来呢，从这道开始呢，从这个东平安街呢，改做泉州到东湾的这个关卡，哎，变一个大关，前啊福州、泉州。要去东湾，要去厦门，总到伫这个落去，这个就变以前的古驿道啊，最真重要的一个关卡。那这个关卡呢，就是等于是咱东湾东北部的一个真重要的这个门户啊，所有的人出出入入拢到伫这个所在过。小营岭地势险要，是古时东湾通往泉州的重要道路，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所以这地也成了一位文明的古战场。狄仙公就曾经甲清军伫个这地激战过两摆。咱这个较早一句俗话叫“三日归清，三日归明”，就是表示伫个明末清初啊，这个时间啊，咱这个清军啊，甲狄仙公啊，代表的这南明的政权啊，一直伫个闽南之前啊，拖拒战。啊，连咪万尼亚就是清军拍入来，万尼亚这个狄仁公的部队过来啊，所以伫这个所在呢，就发生两起诶真大的战役。伫个顺治五年的时阵，啊，顺治五年的时阵，就是1648年，狄仁公的军队呢，伫个这块小营岭这块，甲清兵拍一场真大的战役。狄仁公的部将呢拍输，其中有一个姓屈的部将呢，身中七箭。所以呢，退休这个东湾城，到三年过后，狄仁公亲自率军，又搁长这个小营岭这个伏击清军，这战呢就拍赢了，而且拍败这个什么啊？拍败这个清朝的一个真出名的这个将领了，叫杨明哥。哦，那差不多这战过后呢，狄仁公就安控制漳州，甲这闽南的这片土地，几乎就靠狄仁公占去啦。其后暗隆隆的古树见证了小营岭上朱熹的爱民之心，也见证了狄仁公的反清复明的决心。现在的小营岭环境清幽，无了风沙的危害，也远离了战争的阴影。
在苏湘故乡东湾有一座甘露亭，亭的东南采立一块古朴的石碑，人称为故里碑。碑的正中央刻有宋希龄三下林丞相正干苏公故里文字。丞相是苏湘的官位，正干是苏湘的谥号。可能未理解的是，碑文当中希龄三下林既非官职又非谥号，为什么冠在丞相正干之上？原来北宋熙宁三年，宋神宗要提拔李璘，但是苏湘认为事关为国选才，特别是越级提拔，要按照制度来执行，所以伊甲伊两位同事五拜孔子，拒绝起草任命书，所以皇帝就免了伊的官职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熙宁三下林事件。一千年前，苏湘就是出世在这座三进双户厝的闽南建筑内面。庐山当前原来有一个水池，苏湘读册时阵经常在这地洗耳，所以称这个水池为洗目池。可惜后来洗目池被吞起来，建起了大楼。庐山当前是苏氏大宗祠堂，有正厅甲正厅两部分。佮后面就是苏湘书堂。庐山堂得名的原因呢，就是它原来后边有一个小山，这个小山是叫葫芦山，那用字呢写叫庐山。它前边有一个水池，水池，所以前这个地理环境非常好，兴旺发达。那后来他们苏轼就用这个庐山堂作为他们的堂号。庐山堂呢是台湾、东南亚各国甚至欧洲美国这个苏轼的主祠，他每年都会来，都要到这个来祭祖，来祭祖。你像这个中国的苏回家苏母亲，他还来了很多次。庐山是最早到福建的苏姓的一个称号。现在凡是闽南、台湾，包括海外，只要看到庐山这个称号的，一定是为东湾庐山堂这地开出去的。苏湘一生为官，为地方官到吏部尚书，最后到个宰相，始终保持着清廉的作风。伊经常用夹落来的嘴纸片写字。大的则用来记录代志。苏湘的一生仕途真长，官位显赫，但是伊甲后世留落的最大财富，毋是政治方面的功绩，而是伫喺科技方面的成就。公元1088年，苏湘任吏部尚书的时阵，发明了水运仪象台，这是一座高12米、长宽拢是7米。亲像三层楼遐尼啊高的大型天文仪器，一个就是他走了世界上第一代的机械钟表，就叫水运仪象台。那么这个水运仪象台呢，是他发明的。那发明呢，主要有三个功能，一个功能是观测，可以看天象如何。第二个是演练，就是天象可以恢复演练。第三个是报时，报时，这三个东西都可以同时进行，是个自动的、机械自动的一个钟表。所以是个英国的理由是不是啊？他首先说这个中世界的钟表就是从苏颂开始的，这个都世界上都有记载。所以苏颂的第一个功绩就是在世界的钟表上它是第一个，而且做成的正品叫水运仪象台。水运仪象台在世界钟表史上是鼻祖，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了不起的一个成就。
瘟疫上台的原件在情况之乱的时阵被毁害失散了。之后的宋高宗想要复制苏尚的后生，就献上苏尚留下来的图纸，但是无人看会晓，无法度复制。水瘟疫上台的意义在于，伊是世界上第一代天文钟水瘟气象台，就观测天体演示图像加自动报时合作器，被澳洲人发明的时间表砸了500年，因此苏尚也被称作为时钟的祖师爷。苏尚的第二个呢，他是《本草图经》，就是医学上的。他开头写的是叫《明经本草》啊，那么他主要是把中医把它结合起来写了一本中草药的图经的书。那图经的书当年在中国呢是非常崇拜的一本书。到了明代的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，跟《本草纲目》中间有很多都是苏尚的药物的东西，那一直流传到现在。《本草图经》是宋代官修的图文并重的本草名著，这是一部生前刻薄的药物学古著，是宋朝最完善最科学的医药册。明代著名医学大师李时珍对《本草图经》的科学解答具有真高的评价，以医度《本草纲目》引用《本草图经》的内容多达74位。苏尚既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，又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，伊在医药学、天文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大大的超过伊的政绩。伊所写的医药学、天文科学著作，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。